哇，我真的好激动啊！我很小的时间在香港，我感受到，我现在感受到我们祖国这么伟大，啊，真的很激动啊！就見到有好多好新式嘅戰鬥機喎，有航空母艦咧，咁啊可以保更加好保衞我哋國土咯，係嘛？回事。咁啊，而家見到我哋國家嘅軍力咁強大嚟講咧，就真係好興奮、好高興。作為中國人民嚟講，感到驕傲。應該說在來之前呢，我已經有了一定的預想，認為會比較熱情，但是实际看到之后，我觉得这个热情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从中间进港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两岸到处都是我们的香港民众在向我们招手呐喊。那么今天冒着这么大的雨，我们这么多热情的香港民众都到我们航母上来，应该说个个都是兴致勃勃，非常的兴奋，到处的和我们的官兵交流、合影留念。我想这也是他们这种爱国之情，以及对我们是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。